范少王同贾晓晨呢日为女女小范兜举行一岁生日 party， 刘松仁、吕慧仪等等圈中好友都有出席，仲带埋小朋友一起玩添。不过小范兜而家好似仲未识得嗌爸爸妈妈喎。我觉得我个 B B 真系太中意食嘢啦，因为佢而家见到净系识讲奶奶奶奶，一肚饿就奶奶奶奶，跟住咧一见到我哋食嘢咧就口水流到成地都系啊，系流水嗰只啊，啲口水唔系一滴滴，系成口都系。所以咧，爹哋妈咪反而唔识讲啊，暂时。如果佢识讲妈咪，我谂我会激动到唔知做咩噶，我唔知。又摆一次走啊？系啊，唔知。不知发生什么事的，我想我已经输了，因为我今天都听到我 BB 一不小心撞到一句啪啪啪，无意识的叫是啊，所以我想我已经输了，不要紧，只要叫到妈咪我已经很激动很开心了。小范都再大一点，范少王又会不会教下他打功夫呢？我想我会的，真的会教的。冇啦，佢咁百厭，我覺得佢識功夫。佢係女仔嚟噶，可唔可以叫佢斯文啲啊？愛心温柔。佢而家已經好唔斯文啦。佢而家係周圍爬，咩床頭啊，咩櫃啊，所有可以爬嘅地方都爬，跟住從來都唔會乖乖地坐喺度嘅，永遠個腳高過頭嘅，所以佢永遠都係好百厭啊！我唔希望佢太百厭，我驚佢教唔出啊，大哥。再生个仔嚟教咪得咯！我觉得我而家呢个女已经好攰啦，照顾佢。仔噶嘛？系啊，所以我多啲时间同埋多啲爱俾佢先咯。我暂时唔谂住第二个住啊，因为太攰啦。